事先做福啊？怎么做福？念佛就是做佛，念菩萨就是做菩萨，念阿罗汉就是阿罗汉。那我们现在这个世间人念什么？ 脑子里所想的是念钱呐、啊，念财色名是睡呀、啊，他念这个，哎，念这个就变这个，念什么变什么，跟万花筒一样，念什么变什么。啊，那这是这是这就不是佛了，啊，财色是什么呢？给位说，财色是魔鬼，是地狱。 为什么？你起了贪心嘛？啊，贪心就是卧鬼，沉恚就是地狱，愚痴就是畜生。愚痴是不了解事实真相啊，叫愚痴啊！啊，现在这个世间，几个人把事实真相搞清楚？ 我们要不不学大乘经教，我们就无法脱离于此啊！只有大乘佛法这些经典的时候，才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！啊，我们这个悟不是正悟，是解悟啊！我们明白了啊，为什么没有正德呢？怎么又放下了？ 那真放下是什么境界呢？刚才我讲的，真放下的时候，念念是阿弥陀佛，不是我们粗念细念，啊，是细念，啊，念念的那真觉悟了，啊，那个境界里面没留到，没事法界。 啊，那个境界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！啊，我们叫它做一真法界。一是真的，二就是假的。你看，还原观里面，贤首大师。 这篇文章啊，第一段也也真，那是真的。自信清净圆明体，自信清净圆明体是心呢、啊，是佛、啊，不二啊。心跟佛是一，不是二。 其二用呢？其二用啊，就变了啊！这个二用是什么呢？宇宙出现了，万物出现了，我出现了啊！我是正宝。 除自己之外，所有一切的环境都是医保。啊，医保里头有人死的医保。啊，人死环境、物质环境的医保。啊，这个一真庄严呢，一动念头，一真庄严起来了啊，这个起来说没变。 啊，都是自信现的，啊，所以能现，能生，啊，没有变化，这就叫一真法界。啊，可是，一起分别呢，就变了。诸位要晓得，起分别心起来的时候，十八土就不见了，出现了什么境界？四生法界，就十法界的。 上面的四层，啊，有分别没执着，啊，稍稍有一点执着，啊，执着上我想控制它，我想占有它，啊，有这么个念头，四生法界没有了，不见了，又出现一个什么？六大轮回出现了。 这六道怎么来的？执着来的。啊，所以六道里头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全有。啊，四圣法界里面，有妄想，有分别，没执着。啊，诸佛的刹图一真法界里头，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执着害死人呐！ 啊，你这活在世间为什么活得这么苦啊？就是执着，执着没有了，你在这个世间呢，你有乐没有苦了，啊，你就离苦得乐了。所以底下这一句“是心作佛”太重要了。你为什么不念佛了？啊，念佛念的自在。 念的相应，那越念越欢喜，越念越快乐啊！知道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万事万法跟自己是一体。这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这两句话你就真得了，那就是你的境界了。 这个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四图他生哪一土啊？他生十宝庄严土啊！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花开见佛啊，就证无生法忍，那是什么呢？真的阿弥月智菩萨，一点都不假。 啊，如果没入这个境界，也能往生，叫代业往生。这是这个法门，无比殊胜。啊，八万四千法门没代业的，只有这个法门准许你代业。啊，代业往生。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方便土、同居土、同居土就是我们这边六道。 方便图就是我们四圣法界啊，可是西方的这个这个同居跟方便，跟我们这不一样啊。我们这里有障碍，等次不一样，见不到。 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，没有障碍啊。这个好比说，我们这在学校念书，嗯，小学、中学，它不是在一个学校啊。小学生不能到中学去，中学生他也不会到小学来。小学里头还有班级不同。 啊，同一个班级是同学，不同班级虽然是同学，不常见面，但不在一起上课。啊，极乐世界很特别，哎、啊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在一个教室上课，是天天见面，天真的是同学。 啊，小学一二年级学生，啊，跟研究班一二年级的大学长，这是这是兄弟称呼，同学，天天见面，这是极乐世界不可思议的地方，设防世界没有这个状况，啊，没这种情形的，书生。 所以极乐世界一生一切生，就是你生凡生同居土，好像同时也就生方便土、生十报土。啊，这是为什么？释迦牟尼佛劝我们往生，十方世界诸佛也劝我们往生。 道理在此地。我们这一生要是不能往生啊，怎么对得起释迦？怎么对得起弥陀？怎么对得起十方诸佛？啊，这个话句句都是真话。啊，所以这两句话：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说尽了。